那我们今天目标是什么？六单五只好了。四十单五只。那平均八单一只可以吧？可以吧？还是我们三十五单，一单一只？漂亮。没事，下个第三十五单。第三组的，所以初三只吧，也不是没有十抽出过三只嘛，搞不好出四只都有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你这样其实把平均值拉回来，那其实你的过没有很肥，没有很肥。如果你真的这一单真的出三只，真的不开玩笑，真的不肥。我数学课这个时候上起来，十七单一只，怎么会飞？别人差不多十二单保五一只，差不多嘛。嗯，我也不过就只是比他贵了五单，然后你一只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啊，也没有多差，也没有差多少吧。脱飞入欧就是长这样，蹲的越低，跳的 越高，漂亮。再讲一次，蹲的越低，跳的越高。我刚刚蹲过，我蹲了很久，蹲了好多年了。哦呦，漂亮！全体起立，掩护王，再来一次。嗯，抱歉，先坐下一下，各位，不用起，也不用起立的那么早，也不用起立那么早。还有四十钟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来了，世界冠。嗯，世界冠军当初有这样输过。世界冠军 TPA 当初在那个 Royal 的时候，16连败。哦，你还记得这件事？对不对？哦，皮特说你可是知名的英雄联盟。人家也在 Royal 的时候16连败，后来打进世界冠军，对不对？啊，17连败，不好意思，都是垃圾礼装啊，这不能怪你。在我的账号，每个礼装都是纪念。我们家298抽了，有人在帮我们算，还是我们凑个300？三百吧。我幕府有10连了吗？还在没？有。可以按十次就是10连，他按第10次会变11连。哦，可是一次等于一张按着，300，各位。你要那个嘞？40单保5，真的不是梦，真的不是梦。第36单来了，接下来再抽下去，不止来了，可能也要去了。这个10连总觉得好像哪里看过啊？你看了吗？我来帮你吧，感觉你好像有点后续无力了。不是。说的好像你有抽到一样。哎、欸，我你有抽到吗？你后来有抽到吗？你的伪造案是我先解放他了。那、啊、我是不是后来也抽到了？你现在有抽到吗？看一下，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到底是不是？起来，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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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你在那个数值台流。没有办法、啊，就那个。啊，他就喜欢那个身体，我怎么办吧？来，看你多掉，看你多掉，来看我多掉，看你多掉，按一下，一次2份。哎、欸，不要冷静！你刚刚说第一个要先看的。好，没问题啊。什么东西？哦，按一下，一次2份，快点。哦，乖乖的。再来，我能抽到吗？火焰伯爵，有了吗？来了，站起来！看啊，它是不是金色？我站起来。站起来，金色，我站起来。不要闹我。没有银色，不可能，别再开玩笑了。渡边刚，换我了，真正的不同是从这边开始。你准备起立，啊、没有，你准备先用平板照你的脸吧。我就是这个意思，我要脱口罩，所以你先借过一下，对、okay, ，不然突然给你。对，我就这个意思，换你。如果40还没出第三只，那可能就剧情又要反过来。我记得你今天有说过一句话，最多60单。没有，我没有讲过，没有说60单。我说有可能60单，但我没有说最多60单，60单要有人变钱出来给我啊。永远不要忘记那个戴绿帽的人。他永远在你身旁。嗯你绿帽啊？哦，没错啊。反弹一下吧，谷底反弹。刚才两张好像来的有点假，忽然又没有 Q 了。对啊，真假？你好像要那个嘞？我好像有2张嘞，奇怪。现在几抽？书记官，现在几抽？三八，421抽。OK。那我来拯救你。我等你。我跟你讲，直接先站起来。383940各一只。直接先站起来。383940各一只。你们看我那个大量的圣经石。我的圣杯准备好了。献祭了，丢下去。我还没演完。我来吧。F 局我很快。我们现在除了真假乱讲，认真冷静，确实，我们还多了一个扑通，两字真言，什么都没有，扑通。哎、欸，有料，还有有料，嗯，中计，这个中计，我来了吧，完蛋，中计，兰斯洛特，特，哦，起来，起立，这是你出货，绝对是复仇枷锁。38怎么比都忘了，38这样比的吗？38，38，三
38。三八。第三只。第三只。你还得靠我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第四只就靠我了。39。看我秀，看我秀。嗯，这里也只能看你秀了，我秀不了。各位观众，39单，第四只。哦。圆弧光。怎么的？39单还有50，还有很多。那这个你就抓到点吧，这个第39单我就不碰了。那这个你，那这个你，看看我这个圣杯都准备好了。那个圣杯休息。不是那个五星理装现在是怎样？大 PU 是不是一直连出？没有，他怕你跑太快啊。哎，村镇够了。无聊。你先坐下好吗？我觉得兄弟你先坐下吧，现在不是你站起来的时候。有道理。不可能吧？有了吧？有了吧？金色就稳了。复仇的枷锁。复仇的枷锁。嗯，也算复仇。哎呦，这次真的复仇的枷锁。复仇枷锁，复仇枷锁。哦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哦啊！哇，好多金方啊！哇，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蛮厚的，蛮厉害的，蛮厉害，真的蛮厉害，蛮厉害，蛮厉害的，蛮厉害。不可能吧？不可能。哦 ，Avenger 第二路啊！你说好第一个不要按的，结果那是第一只啊！第一只来的这么的突然啊！幸福来的很突然啊！好可怕啊！我们说好40单保5，40单保5，10单保5，对不对？聊天室，可以帮我打这行字吗？以前的飞我们看不见，现在的欧就在我身边。哇，好有料！真正的脱飞路就在今天，就在今天。爷。来首歌，来首歌。哎，第40单，请你通知。来，第40单，兄弟。好啦，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吧。画下一个完美句点。只要这单出了，你就是10单保5圆弧光的男人。没错，再也没有人可以笑你了。再做一次，再做一次。请你不要这样看着我。先站起来好吗 ？OK。我们现在很像那个，就是围着圆弧光的那个五个大男生。没错。不要紧张，那先坐下。先坐下。哦，我看到了，以前的飞我们看不见，现在的欧我们视而不见。干超靠背。不行，这个震撼感，你给我留下。这有点来了。来。永远不要忘记。40单保5，我可以。其实，我拜托你了。Nice。可以了吧？40单 ，OK。有料。40单。圆弧光，做到了！各位观众，跟我们说好的一样，40单保5，嘟嘟好，太完美了，完美，完美 ending， 完美 ending， 不能再凑我了，按下去，来，这真的是你的账号啊，来了，我的黑历史又少了一个。没有啊，你都以为这样大家都忘记你的事情，但我告诉你，他们还是记得。就算你后来10单5只，你说改40吗？干太狠了吧？没有，我觉得30还是大家会记得。真假？30那个太硬了。最臭的是33单未召唤，因为我们第34单才抽到的。出一只，抽到老婆你会快乐。出一只，保一只，出一只，保一只，出一只，保一只。他输得快还是我钱赚得快？出一只，保一只，出一只，保一只。